极端很容易，平衡是最难的。兄弟们，最生气的一集。小心你的言行。First, 厦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，精准是唯一的标准。我不会被误导，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这语法的一个灯牌，秩序因我而存在，任何事情都要因身为二，由我来负责。我来抓你了，这是你的极限了。做了交易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优雅永不过时。承担的奢侈，
巨恶吧。给他加强成死前巨恶。我不玩游戏，我来定规则。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上等的华服，给他怒气上升下翻个倍，200点怒气，我这合理哦，合理的很，加一门合理的很。干嘛急眼了是吧？还有他这个大刀范围也得给他加强一下对吧？得要加强一下他这个大刀范围，你看别人大刀范围现在才这么点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作为一个荒漠屠夫对吧，作为一个死前巨鳄，大刀伤害范围怎么能那么小呢对吧，这就不合理，非常的不合理。哎呦我怎么回到家还被他咬一口啊。哎对哦，下版本的话感觉狮子狗要很难打上路了，下半场感觉上路草丛可能要被改很多啊，估计要删很多。怎么办鳄鱼，你要被卡密尔上嘴撵啊。我怎么感觉他这波好像没大呢，他这波大招没 CD 好吧，兄弟们，我去立个阿顿 Q EW 上去挂个点火，阿顿 Q 他是不是死了呀？确实好像没大哦，他跑了，他直接吓得跑了，那他确实应该是没大的。是，确实没好啊，不知道下版本好像听说墙要变少很多啊。下半本我不知道卡灭到时候怎么办，没关系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水来水来就喝掉。下半本该怎么玩就怎么玩呗，反正咱们都已经在谷底了，你还害怕更低吗对吧？你总不可能告诉我我们这还在半夜三幺上吧，还没远远没到谷底，已经在谷底待了一年了兄弟们，卡灭已经在谷底待了一年了。对，这个小路口没了，小路口没了，自身皮肤应该很快就会出预告了，兄弟们，自身皮肤应该很快就能看得到了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，已经在谷底了，怎么改都向上的。卡灭烂的我一年多没选过，不至于啊不至于。卡灭这把我玩还是可以玩的对吧，像对面这种阵容我教你们一个，直接出冰心，你们看我这把是能不能乱杀吧，好吧，怎么说主播这把乱杀的话有没有老板来个舰长呀兄弟们，播了一天了这不能一个舰长也没有吧，有没有老板来激起一下，
我给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为所欲为，好吧？什么叫卡灭的为所欲为？拉扯一下，去个二段车，直接 W。帮助 AQ， 你看他打我玩具，好吧，他打我根本不掉血，在阿顿 Q 收掉这个 W 减速，他会R回去，然后再一技能追上去 AQ Q， 再一刀起飞。是不是黑哥不一样啊？你黑哥六级翻身，黑哥不一样的，你黑哥丑啊，懂不懂啊？黑哥丑不丑啊？对吧？多丑啊！你玩游戏总得有点自己的追求吧？卡密多帅啊！嗯，我想顶他硬拆这个了，好像不行。而且黑哥前期也不当狗吧？黑哥前期也没有那么弱的。你黑哥不帅，不青盖也不帅嘛，对吧？青盖多帅呀，黑哥真不行呗。OK， 我出完冰心之后，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为所欲为，好吧？青盖也还好呗，我觉得青盖前期比较吃操作嘛，前期就是比较吃操作嘛，其他的我倒觉得没什么。那现在你看我出完这套装备，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操作。到你们玩了是吧？对吧？我这个装备我跟你说，我们容错率直接拉爆，你们看啊，我待会我可以直接越塔就消耗，我们现在这套容错率是拉满的，我就跟你说我现在可以一打三，你信不信吧？我现在随便一打三，一打四我觉得都行，你们信不信？看好啊，看好呀，什么叫咱们卡米尔的强度，直接冲塔，给他一脚，给个灯眼，他的票一踹，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，哎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嚣张，好吧，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嚣张。这里可能男撑会来啊，哦，奶妈都来救他了，行，你队友真够多。妈他妈男枪打我，打我跟他们刮痧一样，四个人，我一打四，兄弟们，我一打四。热完了，兄弟们。回家了。是不是？我说我这把无敌，感受到了吧？这不直接一打四。哎，没办法，神分狗是这样的，只能说这就是神分狗的嘴脸吧，没办法。神分狗的嘴脸，主要是我跟你们说为什么会这么漏啊，冰心。我们出完冰心之后，他们打不动我的。你看我们护甲两百护甲，他们根本打不动我，知道吗？这男枪崩我跟刮痧一样，崩我一枪才五十点血。那我们问一下，神分一下能回多少血？我 Q 一下回130、140，意思就是干嘛呢？男枪 A 我三下，我一个 Q 我就回来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 low？ 你看 A 我一下五十点血。一个 W 咬我不掉血，对，先杀鳄鱼还是先杀男枪呢？要不先杀男枪吧， A 我一下八十点血，对不对？操，又是四个人，我真无语了，你别搞逼搞啊，每次他妈四个人来抓我什么意思啊？主要是奶妈，我没点火，我要有点火的话，这个男枪我应该可以直接杀了。急了，
两波一打四，对面心态崩了。